你别动。没事儿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你都流血了，还说自己没事儿？你今天也吓到了，早点去休息吧。我妈那边你也不用担心，我姑姑会陪着她。你说展之琳为什么那么针对阿姨啊？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就别问了。还有展之琳为什么要说一切都是拜阿姨所赐？我都说了，你别问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心情不好，你早点去休息吧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不过，没关系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们所有人都会。昨晚都做了什么？许多城啊，许多城，你又没喝酒，怎么也意乱情迷了呢？
把你给吵醒了。我耳钉丢了，我在找耳钉呢。耳钉丢了，我帮你找吧。我们昨晚是不是什么没有？我还没说是什么，你没有什么？没，你没有漱口，你的酒味实在是太重了。那我们昨晚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嗯。哎，对了。你一会儿收拾一下，我先回去一趟。怎么这么快就回去啊？昨天展之琳都能找到这儿，媒体肯定也可以。如果我留在这里，反而打扰了我妈的清静。我们离开之后，姑姑会把我妈转移到她家里去住，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嗯，好。楠楠，来，你妈没事儿，刚才还能认出我，我会照顾她的。那这段时间就麻烦姑姑照顾我妈了，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，那你们路上小心点啊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嗯。